秀发人要重新选阮飞燕的产品，安尼真好啊！秀发人伫咧中孝东路是真有名的美发沙龙，而且人客嘛足侪。卡叔讲啊，重新选阮飞燕的产品，我相信真紧就会变成阮飞燕的大客户。咱大家本来就是老朋友啊，即摆会当重新合作，安尼真好。啊，不过吼，有些代志，我想讲进回介绍，跟他阿较低。进回介绍阿较低，那你阮飞燕就无通谈。哎呦嘛，不是拢互你无通谈啦。我来介绍好啊，小凡人跟地上即摆两间店是结盟，恁减谈，阮就加谈。美玲即马是顶上的股东啊，家产的部分嘛是伫美玲的落地啊。恁翁仔某的钱啊，借手交倒手，还敢有差？是啦，志成，所以英杰哥希望会当看外民主，飞燕计下会当算较低一寡。啊，若是降价降偌济，就爱看庄总经理有偌疼某啊。唉，是老婆大人，秀发人的计下咧，就比照顶上办理。介绍部分呢，阮飞燕家己吸收啦。水亏，庄总经理上 Q。英杰哥，那安尼介绍已经讲好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提一寡回馈啊？啊，若无我白白互你利用，无价值。啊，不过咱两间店怎啊销无吼，咱双方拢看会到，所以无可能去摕什么口面上。啊，那无，我以身相许，好不好？欸，什么病？你人坐伫边啊，你莫有白想好无？我是讲以后我着做你的专属造型师，你的头毛搞好挂。即马做一个设计师吼，你的头毛嘛是你的门面呐、啊，三不五时啊，嘛要有一挂 special。所以你爱什么款的头毛，英杰哥替你处理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下晡阁有约，等下。那诶，我嘛要等你顶上无闲啊。到时要电话的时阵，我写一个详细订单给你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嗯。我嘛付不开这趟。我还想看卖。我付不开这趟，你问题这个想。没啦，才等一下尔，足久无来找你洗头哦，放松一下，等你一丝仔时间咯，值得啦。多谢你的体谅啦，那呢，我就先替你按。哼，那是你甲阮讲多声啦，应该是阮甲你讲多声才对。我吼，开刀的代志，互你甲志成哦斗相共足多。大家拢是朋友，本来就爱互相斗相共，这是应该。嗯。啊，对啦。我住院的时阵哦，你甲志成有去甲我看啦，摕遐侪补品，啊偏偏我大概拢在困咧，开吼，敢若看到补品，无看到人，真歹势，拢无好我甲恁交代。这就叫做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凡看过必留下补品。哦，啊你看到补品哦，就代表看到我啦。嗯，啊你只要乖乖甲补品食了，就是对我上大的感谢。有咯，我全部食了了，你无看我就。开补品，开你袂少钱吼。这只是淡薄仔钱，你的身体较重要。啊，你出院了后，即摆身体健康怎？袂歹啦，我拢乖乖听医生的话哦。感觉我根本就是一个模范生。医生啊，爱搬一种给我，啊，甲我迄个疯狂的讲，迄个无听话的小朋友听，伊就乖乖吃药啊。嗯，那呢，亲爱的凤娇小朋友，只要你继续保持落去。我后一届吼，就请你吃棒棒糖。你讲真正当我是小朋友？我要请你的吼，不是普通的棒棒糖，这是阮阿妈教我的道理。阿姨跟我讲，人生的苦甲甜已经煮得好啊，苦若是过啊，这甜吼就来哦。哦。啊，那即马就苦甲冻袂掉，啊是要安那？那安尼吼，
你得阁加食一支棒棒糖啊，预知下一次的甜蜜。啊，吃了后你就当面对稍微调整。来，你阁真正随身带棒棒糖呢？对，这是我活力的来源。好，安尼我收。其实本来想讲哦，即届开动了后，就会使当学弟。哪知哦，阮母啊讲袂用的啦，讲啥物啊老蛋代包，看医生较方便。其实珍珠伊讲了无毋对啊，啊，你有啥物无想要老蛋代包？就是感觉蛋代包这段时间发生足侪代志，老实讲哦，有淡薄仔袂堪的。无要紧啦，啊，即马哦，有阮母的命令吼，我想阮至少会当代爸带半年以上走袂去，所以即马哦，正明开始找头路啊，我嘛想讲看会使做啥物代志哦，甲斗相共一下啦。那呢，你会当佮较早共款替弟兄做便当啊？张张吼佮小卢拢就输了你的料理呢，啊，我嘛共款啊。啊，不过我先讲好哦，你身体若是袂堪的，你就袂用做。好，我知，无问题。我本来想讲啊，嘛是要找机会甲你讲一件代志，啊，我吼不知安怎开嘴。你唔免跟我客气啊，啊，有话吼就直接讲啦。啊，卡苏台生伊愿意，想要倒来飞燕上班，嘛是会用的啦。啊，大家拢熟悉，嘛会当互相照顾。真的吗？多谢你啊！谢谢你了，美玲。哎呦，我阿母真正拢有恁照顾，谢谢啦。我才回去甲问。凤姐，你还阁唔免这么早甲我说多谢啦？我嘛是要问过志成一声。卡叔讲吼。若真正有需要，予台生当做头路，嘛毋是袂用起啊。其实我有想过，伊较早是做海关的，伊若当来上班，我会当家己调去别个部门，而且薪水嘛比较悬。我本来是想讲吼，由我来管所，敢若毋是真好。啊，毋过看到台生甲凤娇的状况，我是要甲你拜托一下。凤娇即摆状况安怎啊？伊今仔找你洗头时阵，其实敢有较好？身体状况敢有较好？我看伊的气色是袂歹啦，啊伊嘛甲我讲无问题，啊不过以我对伊的了解吼，伊就是惊别个人烦恼，啊手术了后嘛是要观察一段时间，我想伊最近吼应该会常常走病。嗯，听安尼讲吼，应该是有需要啦，一笔固定的收入啦。若是安尼，台生若要等来飞燕，阮随时欢迎。那呢，我才找一个时间甲凤娇讲。看你欢喜个安尼。我真正是哦，全世界度量上大的查甫人。嗯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因为我今仔一摆解决吼，两个阮某身躯边查甫人的问题，一个是伊前翁，一个是嫁做伊前男友的人，一个来找头路，一个来甲我讨折扣。你讲我的度量无够大，啊无是啥物？耶，啊不过一个是一个真久的代志。一个是假的代志，你之前有讲过啊，你袂过到过去的代志啊。好，我看吼，我爱把这句话收回来，啊，若无逐摆，你就把这句话当作是你的免死金牌。你哪安尼讲啦？甲你讲算笑的啦，敢讲我看起来是一种假仁假道啦。哎，你安尼微微啊笑什么意思？你感觉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心内是有一点点啊，只一点点啊，吃醋，因为我实在是你的正牌红婿呢。我的老婆自己干啦，为了伊的前夫，我佮伊前男友咧无用，你叫我面子是要放伫倒位啊？好啦，那呢就给我这个正牌老婆替你起绿豆汤。嗯，啊，今晚你的，吃你的无要紧，袂啦。我很害羞。